4月20日，电视剧《有匪》在微博发布最新剧照，并配文：“春分至，日续风清，但盼诸事顺。”照片中，王一博留着一头高马尾、斜刘海，潇洒俊朗，少年感十足。赵丽颖身穿春日气息的戏服，在片场潜心研读剧本，颖宝鼻梁高挺，侧颜优越，笑容灿烂，还一直拿着剧本与导演及合作演员讨论。近日，赵丽颖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复工的片场照，并且配文称：“登高望远，耶！”照片中有一大片蓝蓝天空，还有一台威亚机，但是很多粉丝都找不到赵丽颖的身影。随后工作室转发她的动态，并表示给大家画个重点，原来赵丽颖身上吊着威亚，站在很高的屋顶上，因为加了滤镜，感觉她的身影跟房屋融合在一起，怪不得大家找不到。不过这样的她看起来特别的肆意潇洒，网友看后纷纷留言称：“姐姐终于出现啦，想你想你想你，姐姐你来啦，复工保护好自己哦。”